A few moments later. 嗯？怎样？我在说，嗯？我在说社会立体环，结果出现了社会的火怪。哇哦！也算是在刷社尾吗？还好吧。我怎么算次数？哎，好了，在4411次的裂腿皇出现的火怪啊！哦，给你游游球好了。社尾出来啦！哇，4556次啊！社尾裂腿皇啊！先砍掉前面。这尾真的有够难抓的，那个钛金的亮光跟它颜色几乎一样啊！有时候刷一刷，那钛金话还不出来，有够麻烦。什么球嘞？等级球了。哎，一发入魂。算是结束了。那这只刷到的社尾裂腿皇是我的，喜欢睡午觉，哎，马虎的性格，加特工降特防，哎，一般一般。那刚刚我们抓到的社尾裂腿皇，跟途中抓到的一只社尾猴怪，我先把它收回。那这就是社尾的裂腿皇，自己个人蛮喜欢它黄色的外观的啦。外面这个遭遇的那个有点难分的，拍原本的版本跟社尾的版本，所以没有很喜欢这次刷社尾的方式。那途中遇到一个猴怪，真的
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刷色尾的再见。下一个应该刷剑盾的吧？我真赚。